多旅客离开这个车厢了。你看，你看，这有个人走了。要不要掌声啊？我真不会唱歌，阿姨，我就高音唱的好。高音是最难唱了，高音能唱好就唱好了。我只有高音唱了。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，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？我在等待。您先别拍了，我现在拍您呢。您自己别拍了。对等一会儿，稍微等一下，我再运一下气儿。你为什么还不跑过？大家一起来！一般歌星都这样，唱不上去的时候，来，大家一块儿来，跑过来哟！反正明年的节都一块儿住了，选你了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。我们直接把这列车厢变成广场舞。阿姨，您平时肯定也跳广场舞吧？对，眼睛可绝了，以后上你们节目去吧。哎，好啊，好啊。你的节目我们那个大妈都愿意看。你怎么是大妈呢？是大妈啦。您是大姐。啊。